近日，在某综艺节目中，宋丹丹开玩笑说每人交650元伙食费，苏芒则表示每天650元的伙食太差了，650真的不够，你早上不喝牛奶呀，你早上不吃鸡蛋啊。我们要吃好一点，我不能吃那么差的伙食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不久，苏芒的其他黑历史在网络上被网友扒出。2001年，苏芒创办杂志《时尚芭莎》之后，凭借2003年的芭莎明星慈善夜获得了不错的口碑。虽然苏芒因为这次活动在行业内名声大噪，但随着名气的提高，苏芒的行为越来越大胆。